咱五条亲像咱的正之宝，咱的第二名当属你。多谢咱的咱的领导，咱的超级火车，超级火车，多谢呀！所有咱的领导，第三宝剑，再见这个运行吉安，五条亲像要变完美之前。为了能让我们这一次
我们的青校绕境能够更有不一样的热潮，让大家来放宽掌。我们是不是也给郑安民董事长一个掌声鼓励？谢谢郑安民董事长。建校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在我们的庙前有一座教坛。教坛的后面呢，我们有一座九龙壁，即将要落成了。那因为建校的关系，必须搭错教坛，所以大家没有看到九龙壁的雄伟。九龙壁呢，在我们保国公这一次的重建过程中，我们的郑安民副主委一直希望在我们的庙前能够新建一个九龙壁，作为我们保生大帝宫殿前方的造壁。那造壁呢，过去在传统的宫殿建筑呢，不但有镇邪治煞的功能，更有九龙赐福，为所有信众带来福气。那在我们郑安民董事长他所率先来抛砖引玉之下，我们的九龙壁在这一次的清教期间也完成后来功成竣工了。我们再给保国公一个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Yeah.
Thank you.
谢你们带来非常非常的表演，谢谢。再次掌声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您的支持，谢谢谢谢秘书乐团，谢谢。
请俊杰艺术剧团带大家赏识现在已经正统表演，在这个现任俊杰艺术剧团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来到我们庙前的是我们的庙会天团，来自台南的。
我们鼓励掌声第二名。谢谢东方艺术团，我们第一阶段先带来的我们的跳舞表演，谢谢他的跳舞老师，掌声鼓励。接下来这一曲听说从天上下凡的仙女哦，我们给这些仙女老师们一个掌声鼓励。欢迎我们东方艺术团所有的老师们来到台北，欢迎你们。
在这边的掌声，谢谢东方艺术团我们所有的美女老师。掌声鼓励，谢谢郑阿明董事长，请来了东方艺术团所有的仙女姐姐。谢谢郑董，谢谢东方艺术团。那么接下来，掌声欢迎来自南台北林口的显灵社，来放天顶下，感受为朱北老师点燃烟火爆风中。欢迎来自咱台北南口咱的黑人车。那么现在哈，虽然在我们车上，他们门口显灵社的这些秀旗呢，是来自我们宜兰文龙绣庄的绣品。那么我们陈文龙老师呢，因为近几年后被糖尿病所苦，所以他已经不再制作绣品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宝福宫里面，我们的天智宝生大帝圣诞的这个头旗，也是由文龙老师所绣制的绣旗哦。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
全哦，注意维护安全。